高等实验高中毕业生，我们科技上农工机构呢，现在在后台准备的，也就是即将要出厂的第16区位于第六区队伍。我们再次的提醒现场的朋友们，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哦！啊，来请你家人以创意送香阵头的比赛，总共呢有两天参赛的时间，那给大家休息一下哦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在大家希望不要忘记哦，今天是我们初赛的第一天啊，趁着咱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要跟大家呢这个介绍一下，等一下。